博4月25号就要闭幕，这个超级星期天真的是挤爆了。使出身奶力气，卖力往前冲。圆山区10多个感应票口，差点赶不上通关速度。要过了，要出去。大门口游客想办法挤进去，往后看捷运还有一波人山人海的游客，光是每一班通往圆山站的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终于钻出这个车厢里面了，现在目前我人在这个圆山捷运站里面，每一台车厢不管是从往淡水还是从淡水出去，通通都是满的。那包括呢，现在可能我要想办法跟着这个游客一起挤进这个圆山区都很有困难呢。好的，那今天这样有没有心理准备要排很久的队呢？有。从月台往下看，密密麻麻的人龙，才一个上午，超过3万人次涌入圆山区。小姐，你要去哪边的那个预约券啊？名人堂，好喘啊你！好，现在跟着民众一起跑百米的速度前进这个圆山区了。大家啊，要主攻的第一个区块就是在这边要排队拿名人馆的预约券哦。包括现在看我这个前后左右，通通都是满满的人潮，至少上千人来抢这个预约券。我现在也来试拿一下，看我现在是拿到几点的预约券？一样，时间的点是1:45。监控馆从那边后面有个黄色的牌子。4月25号花博即将闭幕，游客趁最后周末假日抢看花海，预估24号单日会再创10万多人次纪录。中天新闻詹品宏、任以芳、SNG 台北报道。